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晚上，昆士兰的这个宗教论坛在我们这个地方聚会，我们很热忱地接待他。看到这个与会的宗教领袖们都能够很欢喜，而且看到我们结缘的这些佛书佛像，他们能够自动地带回去，这个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非常的欢喜看到大家满面笑容的表情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宗教的团结不是一个幻想，确实是可以能够落实的。那么大家要我讲几句话我也为了节省时间提出一个重点努力的方向。我们所祈求的是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幸福。这个就是大乘佛法教学的落实。佛教一切众生利一切相，修一切善。这两句话可以说是佛教的特色。世间所有宗教都叫人呢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这个是所有宗教教学共同的一个理念。但是佛家讲的呢是利一切相，这个他们没有说。如果只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而没有利一切相这个在佛法里面叫修福，果报在三界，叫人天福报是修福。要是利相呢，那就叫功德了就不是福德了利一切相，什么是一切相？佛在《金刚经》上说得非常具体，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就叫做一切相。一切相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个四大类。我相呢，就是有我，执着有个我，执着有我所有的在佛法讲是我与我所这个叫我相。身体一般人指身体是我，身外之物是我所有的
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我所有的，住的房子我所有的，啊，财物我所有的，妻子儿女家亲眷属我所有的，乃至于啊，这个是我的故乡，啊，这是我的都市，这是我的国家，啊，的地球，我的世界，它总有个我在里面的，这就叫我执。啊，所以我所范围包括的很大。这个概念要不舍弃呢，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就是从我执来的，因为有我执，才有六道轮回。所以佛讲断我修善是正确的、对的，但是要把我放下，啊，不能够执着于我。啊，有我，说实在话，就有私心呐。我们讲自私自利。没有我是大公无私啊，要懂这个道理啊！啊，没有我，你的心量啊，是跟虚空法界一样大，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有我，你的范围总是有界限的。我的国家，你这个爱心呢，断我修善的爱心呢？那个国家是个范围，哎，你不会超过别的国家。啊，我的世界也是个范围，你就不能超越地球。啊，你能够爱地球上所有国家一切众生，那别的星球呢？啊，你就达不到了。啊，再扩大，像佛法讲，我的娑婆世界。那也不行啊，娑婆世界之外呀，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你就不能去了。可见的佛教我们放下我执是正确的，我执放下之后，我们的生活空间就是净虚空变法界了。啊，所以破我执，轮回就没有了，三界就没有了。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其余三种三类的现象呢？啊，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属于法执。啊，法执要不放下了，你的活动空间是限制在。十法界里面，这个十法界就是我们讲的娑婆世界，这个一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三千大千世界，哎，你要不肯放下法执，你的活动范围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内，出不了三千大千世界之外，哎，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你没有问题，你可以在里头自由活动了，释迦牟尼佛以外其他诸佛刹土你就去不了了，啊，你法执放下了，那这个就突破了，十法界突破了，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你来去自如了，啊，那么什么叫人相呢？人相是与我相对的叫人相啊，用这个字来做代表，啊，所以不一定是叫，哦，人像一切人，这个观念就错误了。人是与我相对的，凡是与我相对的都叫人像。啊，什么叫众生相呢？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所以一切相啊都是众生相，啊，这个是说明宇宙之间一切的事物、一切现象众缘和合而生的。
啊。那么这是讲的空间，我们今天讲空间啊，空间的现象。受者相是讲时间的现象啊，有过去、现在、未来啊。所以众生是讲空间呢，受者是讲时间。那说时空，把这个时空里面所有一切现象全部都包括了。所以你要有分别，就有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离开分别了，这些东西都不会存在了。所以法界原本是一真的啊，佛教我们立业立相，断恶修善，这就对了。啊，断恶是自行啊，我们讲自度啊。修善呢，是度他了。啊，断恶成就自己的德行。德行成就了，智慧也成就了。为什么？智慧是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是我们因为有烦恼、有恶业，把我们的智慧障碍住了，透不出来。恶要是断了之后，我们心地清净了，清净心生智慧啊，《金刚经》上讲得很好，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实相是般若智慧啊。啊，这叫自度啊。智慧生起了之后，智慧是报身啊，你就真的报身了。智慧现前呢，你居住的叫报土，十报庄严土啊，当然法身也就在其中了啊。这个叫自己成就，成就自己的报身跟法身。修一切善呢，是应化身，是利他了，帮助一切众生。一切众生还没有恢复到自信啊，还没有离开六道，没有离开十法界，我们要帮助他啊。所以诸佛菩萨示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帮助一切众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别人不晓得，我们知道。所有宗教里面的诸神啊，佛经里面也称为众神，众是多，许许多多众神啊，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啊，佛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以基督身得度，他就现基督身。应以大梵天王得度，他就现大梵天王身。所以我们晓得，这在华严经上看到啊，我们讲华严讲了这么久了，诸位听了都明白，所有一切众神全是诸佛如来。所以我们心目当中啊，我们看众神就是诸佛如来，我们跟尊敬阿弥陀佛、尊敬释迦牟尼佛的心态同一个心态，尊敬神啊。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啊！啊，我在前几天访问锡克教，
锡克教的教堂啊，我们一般人讲祭坛呢，就是他们这个礼拜的地方。锡克教没有这个像啊，他们没有神像啊，他们拜的是经典啊，他的这个祭坛上啊供养的是经典，两个大箱子啊，里面放的是经典啊，外面是用这个布盖起来的，有两个人拿着佛尘照顾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们拜经典啊，他对我们非常礼遇啊，请我们到他祭坛去。我们到祭坛的时候，我到那里也跪拜啊。李牧原居士在旁边看，他看什么呢？看他们锡克教徒的反应，在观察。我去拜的时候，锡克教徒高兴的欢喜啊！啊，所以说我们拜三宝佛法僧呢，他们拜法宝。在三宝里重视法宝，正确的。如何能够把虚空法界融合成一家？我们带头做，我们不做，谁来做呢？我进他的佛堂，拜他的神，拜他的经，他看到了，将来到佛堂，他也拜佛。他也拜我们大藏经啊，不是一个道理吗？他有分别执着，我们没有分别执着啊。这根米这个样子，我们要很清楚很明了。什么是迷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你有分别，有执着，这是迷啊！啊，所以说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迷。如果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求。大乘经教里常讲啊，觉心不动啊，觉心是真心，觉心是清净心、平等心。所以我们用什么方法？跟所有不同的宗教接触，跟所有不同的族群接触，啊，族群再要扩大，族类包括一切动物、一切植物，啊，一切不同空间维次的众生。我们就用一个真心的，啊，因为真心是大家共同，啊，我们要找出共同点，啊，共同点就是真诚心。不管你学哪个宗教，说真诚心，大家点头，啊，清净心，啊，清净心是共同的，平等心。觉悟的心，慈悲心，慈悲是爱心啊，这个大家都能接受啊，这是佛法的精髓呀，千经万论呢，就是讲这个事，这段事情。所以我们用这个理念，跟所有不同的族群能融合，
这是佛知佛见啊，落实在我们生活上看破，大家会点头，能够接受，放下也能接受，自在随缘，这都能接受。然后再念佛，念佛好像不能接受，如果把道理讲解了，他欢喜接受了。什么叫念佛？就是前面的九句，常常念在心上，念真诚，念清净，念平等，念正觉，念慈悲，念看破，念放下，念自在，念随缘，那叫做念佛。哦，他明白了，通通能接受啊。我们今天融合宗教，团结族群，放下万缘，提起正念，这是真正大乘佛法，这个是真正的，是佛在经教里头天天劝我们发菩提心，修菩萨道啊。这二十个字，前面十个字是菩提心呢，后面十个字是菩萨道啊。所以帮助一切不同的宗教，绝不改变他宗教信仰，只要教他了真诚清净平等慈悲，他就成了佛了。佛就应化在其中了。所以我们帮助一切众生成佛，不必说帮助一切众生改变身份，那就错了啊。佛是化现在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之中啊，他有他的必要吗？这是佛法里头，特别是华严经上常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不破坏多，多也不破坏一。决定不能说是同一个形式，那就错了。所以我有听说有些这个法师很慈悲，很难得啊，他要度众生，要把所有这些其他宗教都把它变成佛教徒，这错误了，这观念错误啊。错在哪里呢？好比我们佛教是眼睛，基督教是耳朵啊，回教是鼻子啊，要把鼻子耳朵都变成眼睛，那这人不行啊，各有各的功能啊，各有各的机缘啊。所以这是个错误观念，这个是执着啊，分别执着啊。佛教里面有佛啊，基督教里头也有佛啊，佛现基督身啊。佛在各行各业现身呐，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才不至于犯过失啊。然后你才懂得，哦，你成了佛了，你可以随类化身，众生有感，佛就有应。那如果说你不懂这个道理，你将来成佛做菩萨了啊，你成了菩萨了，那个基督教徒有感，你就不去应他了啊，这成什么话了？是中国人就是有感我去应，那外国人的不同族类的他有感我就不去应了，这行不通了嘛
你这个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怎么给他发？可见的许许多多学佛的人，天天念众生无边誓愿度，他都不懂啊。他要度什么众生？度他同类的，不同类的他不懂，这是成话了。啊，众生无边里头，各种不同的族群呐、各种不同的族类呀、只要他有感，所以说是随类现身。他想现什么身，佛菩萨就变现什么身。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没有一定的法可说。所以我看所有宗教经典都是佛经。所有宗教里拜的神明都是诸佛如来，我们的心多清净，我们的心多舒畅，多快乐。佛法的教学纠正我们错误的观念，我们常讲就在你现前生活上行菩萨道，就在你现前工作里面成就圆满菩提。成佛不是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不是改变你的身份。你要这样子想法的时候，那你就完全错了。那是决定行不通的呀。一个社会要许许多多的行业，许许多多不同工作互助合作，不能叫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人从事一种行业。一种身份行不通啊，这个社会决定会灭亡啊。所以社会是个多元的，佛法是多元的，决定不是个单一的。那么佛家常讲一，一它不是独一，它不是专一，它是任一。任何一个，那个一是这个意思。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这个才是真平等呐！我们世间人往往把这个想错了，认为一是独一、专一，这个观念错误。所以在佛法里头，法法皆第一。像我们一个人身体，许许多多器官组成的，许许多多细胞组成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第一，第一就健康了。只要有一个细胞不健康，我们人就有病了。所以佛法的教学，整个社会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族类、不同的宗教，个个健康，个个第一，这是我们的大宇宙我的大我，这个才真正叫健康，真正叫无量寿否则的话，现在一般人常说地球病了为什么会病呢？它里头有第一有第二，有好有坏呀，就生病了个个都好，个个都第一，这才真正健康，真正的美满这个叫悟你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所以觉悟之后，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昨天我跟这些宗教领袖，我一开头就说，现在世间有灾难，
希望我们这些人不是来受灾难的，我们这些人到这个世界来是帮助大家消除灾难的啊，是来救护灾难的，我们不是来受灾难的。觉悟的人就消灾免难了，迷惑的人就要承受这个灾难，就跟迷呀。啊，所以希望大家去修行，什么叫真修行？什么叫修定？什么叫修慧？都在生活之中。啊，利益切相就是修定。修一切善呢，就是修慧。可见的定慧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定慧在工作里，定慧在接触群众啊。我们今天讲处事待人接物，啊，一般人讲应酬之中啊，戒定慧三学是活的，不是死的。啊，避免这个世间找个深山山洞里头修戒定慧，怎么修也修不成功。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戒定慧三学都没有啊，都不是真的。这认识要清楚，要正确。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